徐府来喽。好急哦，门怎么开啦？开不了了啦。不要骂我，我会紧张。啊，你们就要掰啊！啊啊，呛毒的时候，你们就要掰诶！你们莫，你们就笑着诶！你们看，来抓人啊！我民进党最近争名字啊，本党不知道。哎，各位啊，投个票。民众党说我不知道。哎，不对，你少一句话哦。民众党中央党部台播科办及驻所搜索，本党必须很负责任的讲，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搜索理由。来，各位，你相信的打加一，不相信的打减一，就这么简单。民众党说我不知道，我很负责任的跟各位报告，我完全不知道啊、来。觉得真的的打加一，觉得唬烂的打减一，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哎，我不知道，我很认真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笑死人。清白啊！哎，各位，真的是要清白啊，因为整个白色的力量都被清掉了。对，清白，对，说得好，继续讲清白，对，就是要把你们整个人全清了。来，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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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笑死人！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等一下会跟我讲剪掉在干嘛嘛，好不好？各位不要急啊，来。贴心帮开冷气。不是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吗？因为反正开完冷气，哎、欸，这一间是木可公司还是那个啊？这一间是木可还是民众党？党部哦。反正我跟你讲啦，小草付的钱啊，他当然不会心疼啊。冷气给他开到十八度都没关系啊，反正你们这些小草抖得内啦，好不好？黄珊珊，你头发乱了。哎、欸，徐府哎、欸，呵呵呵，哎、欸，各位，我们来做个有趣的赌注好不好？觉得徐府会回中天的打加一，觉得不会的打减一。来，觉得徐府会回中天，中天会坏掉五十之后打加一，觉得不会的减一，好不好？来，快投票！啊、火大了！来来来，坏掉五十之后，来来来。来、啊，冷气三，黄珊珊开冷气。黄珊珊，哎、欸，徐府，冷气怎么开啊？三个一第一个，哎、欸，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这位，好兄弟，哎，来来来来，坏掉五十周，我让他来接触民警上车好不好？我们让徐府来接触民警上车，好不好？让他来黑科好不好？哎、欸，各位不要觉得我没人性哎、欸，对我就是没人性，怎么样？嗯，我又不把你们当人看。啊，对啦，我们这边小本经营，他说钱太少，徐府看不上。对啊，哎呦，我一个月赚的这个在我们中天这边赚的不到他什么零头哎、欸。对啊，中天你看看，人家徐府领那么高薪，我说这很卑微的薪水。哎呦，拜托啊，我都不好意思讲，我一个月拿中间多少钱。开始来进行搜索，那目前现在最新的搜索的帮我加薪啊，好不好？是柯文哲办公室，位在台播大楼的柯文哲办公室哦。今天检调人员差不多约八台打开哦。那目前案子哦，其实从28号金华城案的容积率到底为什么变到？这里三百号声音怎么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状况。来，我们来看不开门的。哎、欸，不开门找到没？
什么？有了，有有有有。我们继续带来关心这个金华城绕后门弊案的重大发展。那么今天早上呢，前台北市长也就是现任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在金山南路二段的住家遭到了检联搜索。那另外还包含了他在台玻大楼三楼的柯文哲办公室也遭到了检联的来搜索。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就是因为金华城的容积率在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的任内，从这个回来就退地，岛位的助理也在今天凌晨遭到羁押禁见，检调呢就在今天早上来。来到柯文哲的住家来搜索约谈。那其实根据这个记者在现场的直击，其实检调在6:20左右就已经来到柯文哲住的华夏门口来按门铃，但是没有人开门，因此他们在旁边蹲守。到了7:25左右，有两个疑似备案人员是绕到了这个住家的后门来开门进，所以才会这样子啦。他们那个铁门根本进不去嘛，那检调受不了啦。按门铃，然后柯文哲明明就在家里面，然后就这么瑟瑟发抖，不要接，不要接。我坦白讲哦，这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啊，柯文哲没有办法接受事实，你知道吗？他其实早就知道都来了啦。昨天剃头的时候，有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就知道了嘛，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啦。柯文哲为什么要在外面先剃头？因为他知道进去里面哦，那个理发师，你知道那个看守所的会撸他是怎么撸吗？他拿那种，他不管你发型什么、哦，你叫他剪对不对？他会拿那种我们讲的撸头刀，然后就很粗鲁这样，常常撸完之后都会流血，很痛，然后很难看。啊，不撸的话，你看一下柯文哲前几天都那种糟老头。你知道，人就算过世往生哦，都有这种礼仪师，人要走得要体面。那我们今天要帮阿北送行哦，我们今天是送葬列车，葬送列车。那我觉得我很可以接受的，就我们让他走得体面那一点，你知道吗？昨天还有人说阿北为什么脸那么白？他说当然白啊，那就修容啊。有的脸还要鼓鼓的，你知道？塞填充物，好，继续。总共就从一楼直接进到了柯文哲家里头，那么目前还在里头搜索。那其实呢，根据我们的了解，检调已经定掉了，就是这一次没有要传票来通知柯文哲到案说明，是直接到他家来搜索，并且同步的约谈。那么在搜索之后，就会带柯文哲到廉政署来侦讯。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呢，这个除了检调出了台玻大楼正在进行搜索，还有柯文哲的住家进行搜索之外呢，今天还会有。不是啊，我跟各位讲啦，检调来按门铃，他那时候不是讲说，吼，我早上我家里哦一大早7-8点了，有人按门铃，你知道吗？哦，我还想说检调来了，哦，结果没有。我跟你讲，我想这样啊，吼。因为我看哦，哎呦，我有粉丝拿6个寿桃给我了，吼吼，吓死我了！哎、欸，啊，剪掉嘞！啊，不是说要约谈我，赶快啊，赶快来约谈我啊！结果没有约谈，人家直接冲到你家里去，吓到连门铃都不敢开，躲在里面，赶快啦，佩奇啊！哎呦，这个现金收好啦，你现在在烧来得及吗？8个地方，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